吴兆佑同学，欢迎你。兆佑啊，感谢爸。马同学，我今麦咖啡来吃饭。今天的午餐唔知道要吃啥啊？两颗茶叶蛋配薯条。伊用中昼困起，拢食无啥个类。我迄台车阁未倒好咧。温浩宇同学，吃饱了没？一心上车了，政委0857，洪斌、吉成、建文、人中吕布、马中赤兔、蔡永新、小威、大叮咚、豪德、先进啊，玩具工作室，季姐，我想讲要食两粒卤蛋加迄落一个茶叶蛋得个，两粒卤蛋，两粒茶叶蛋的靠腰。他可真的大什么呢？庄庄美进入科球，然后投名状同学林吉全 King PS 恩情追。我今日来暗，那较早那有闲，先生来鬼混的呀，哎呀，今仔再来过来看妈祖了。哦，把刀做腰的。那个卤蛋呢？好呀，卤蛋跟茶叶蛋傻傻分不清楚了。因为卤蛋，我那时候卤蛋嘛，真久无食嘞哦。卤蛋好像被茶叶蛋给取代了。我唔知我即马永和要做演练，等我即马拍片，即马目前足倦怠吼。做想要做做个到达，拢不爱拍了，唔知。卤蛋少吃哟。我你若讲大家少吃，我拢会感觉讲，内底哪有啥物闭关的，你知？少吃现在伊钠含量伤济哦，还可以，哦是哦，卤蛋拢用卤迄落咧，用豆油嘛。豆油啦。虽然失败的在床上，让我寸步难行。我走过一边了，无一边无通停。王一浩同学起来哦！哇，要学咬到巴肚足疼，因为我今仔去食迄种牛肉饭，我可能食了无啥，食无啥类，小可会酸啦。还是去食迄个，不好的挑。根本酱油迄种物件，到底是好啊歹啊？茶叶蛋到底也蓝色了。虽然失败躺在床上，让我寸步难行。和我全新光明就在远方。我把翅膀起来塞面入的，对啊。看看迄个起来塞面入的，我先开门一个。其他三面，含 King PS 赛搞吧。看你喃喃自语，好笑啊，不多啊。我们在当这个 YouTube 直播，就是一定要懂得喃喃自语。你也不要喃喃自语。就变较无好耍个，你知？你要在那边自嗨啊！我拄只 L B 骑时，哦，看人迄戴迄种迄七啊，迄种 L B 啊，穿个内衫都安尼重，你知啊？哦，看一个变种猫，我感觉有的装个哦，要检讨一下。迄无代无一种拍迄种养眼的迄种影片哦，啊，伫安尼重，伊安尼重，啊，互看安尼种猫个足麻烦个，你知？那个都在害的，让人家害了会起跷啊！乖同学早，红灯我当过，是伫咧起笑呀。我今日也是用白痴呢，怎么等绿灯到要过呢？靠妖嘞！哦，
是用酱油怎样喝？哎，豆油贵到上不差啦。啊，我咧看也是，也是要食这个。买个食，刚刚是迄个。啊，食这个，食这个较会饱啦，佫较省钱哦。啊，佫加食迄个啦，茶叶蛋。这把微波者，把微波，佫一个茶叶蛋。排骨创新高，我有看，大概有看到了。祝你们赚大钱！最近大概我会先推出市场观望。你拍了我带个蛋吗？哎，对啊，我都挂黑了，那个。在上面放那个。那你等那个加大等还。让他拿进去。好，喝啊喝啊，喝。好，6000哦，6300。不要。哦，咬个胃足疼。今仔要白沙屯爱看有没有时间呐、啊？应该是可以啦，伊个营养是遐嘛，我来买一罐水好。我搁一罐水敢好？啊，伫遮嘛，好。印出来好啊，无紧啊，今仔毋免报。好。谢谢哦，这送你啊，我无咧用。在做烧啊，烫到！哇、哦，那做烧了，怎么那么烧嘞？哦，我告诉我够烧了！哇、哦，你这用气冷啊，吹，我这风都大嘞，我吹较冷好啊。可惜。没被隔离，为什么要叫隔离？今天可能都有大官要来，还有那个，今天可能有大官要来。我看警察叔叔搁底下咧等，看警察叔叔啊，我本来就不争气搁食这個。看股票起的，看啊足白的。来啦，白龙雪，尾仔嘛是爱背予恁听的。我跟你讲啦，那个七啦吼，你要把它全力打之前哦，那一段最甜美。啊，你一旦全力打之后，就会变成最后一只老鼠。因为我看媒体嘛，做一个讲，哦，那个量能那么大，怎样，在讲啊，但是做些嘛是底下在讲吼，哦，那个意思就是讲无要紧的对啊，叫你去死较紧的。King BS 说，宗教政治学说三月噔哦，这些。庙宇票选，我不知道知什么意思。我自己这么个知影，台湾的妈祖愈来愈侪咧绕境咧，啊，就是让喜欢绕境的人可以比较不会那么无聊。
全垒打射，所以全垒打的时阵哦，你袂当射哩哒，不要射，哎哒。我要找一个所在来赞成，找一个地方吃东西、聊天的时候聊天。无用，伫只吼三少日咧拍个手机，做搞当机的。是无啊，我即支是较唔捌拄过用当啊，吃吃吃。搭迄个啥？买种全家，买种西边的便当，啊，伫全家食，头前食饭。安尼个也算挑衅。哦、我等下等下去停下车，去停下用个干做饭。我那是无用嘛，无法度。好来。哇、哦！我赶快。车辆那个，这人不会管，不要你偷情呢啊！卡姿亚同学，黄少黄同学，哦，我买啊，足不争气个食这啊，是我啦，买啊开始食先啦，我感觉想想食这，食这到底是较养生啊，食薯条啊养生啊？因薯条是安尼，未讲介好食，未介歹食，慢慢食食了。卡姿亚掉四千，我跟你讲，迄新的啊领3600，啊，但是别人是跟你恭喜。迄就是比为虾米？迄就是你平常时你甲他度念，早起就会来。基本哦，我今日坑哥嘛，我甲他传讲，哦，今日考不了，但是我事实上，我是讲真的，我嘛不会的用钱好去倒啦。啊，你若讲现在头大注下去，我个人觉得亏钱的时间比较大啦。哎呀，啊，所以我就讲，这段时间可能可以回归。像以前一样就关盘了，哎呀，啊，可能偶尔，那看高高利，那够多精力稍微扭扭啊，我会落去敲，可能开敲高高利呢。这么目前呢，啊鸟我也不会想买的，它涨是他家的事啊，对不对？涨他家的事，因为你讲真，要到17-18块，对一破16块，我袂买啊，我根本袂愿买，哎呀，我就不买了。然后那个鸡一定要破到38，鸡要到38以下到30，我是甲鸡看36啦。啊，无甲许干嘛袂瘾买啊？敞篷我讲，伊吼，我讲这听一台听要忧郁症的，来，有够久的啊！啊，因为什么足久的？我要一系列把它拍成翻新，所以很多不该拆的我也拆了。啊，不该拍的我也拍了。你像昨天，全部的料件全部到齐呀，遐都拍一出拍一工，啊未倒哦。刚遐物件料件要倒，遐要做倒序阀前转的哦，都拍一工啊。啊，今天就可以开始装了。但是后来嘛，我发现有的料件夹来无啥迄落了。然后上网说，有前面的朋友进去，最多已经脱手，应该小赚一些。今末是刚刚讲，今麦入面无啥物把好创啊。你只是看它每天指数越垫越高，你今天又涨了，好像100多点又创新高嘛？你的股票没有创新高，这开始重点了。因为我看今天腰股嘛，无啥会动啊。我咧进前咧买腰股啦，啊，所以我就感觉讲吼，暂时较无想要开迄个时间去啦。而且就因为股票变成又来了。我今天杨翔翔，你也讲迄，我认同啊。以投资心态爱正确，你也讲像，因为我是爱做这步，我变来强制，嘛是要去看一下啊。要不然我啦，如果说现在有钱在投啦，我嘛是今天万内之母那一条裤子买下去，我就不理他了啦。我爱做啊是啊，但是我会感觉17000如果让它跌到有一天回档到15000啦，万内之母可能。也无余幸免，上少了只一两块应该爱啊！啊，你也落20万落，了两块就了2万尔啊，对不？是不是？啊，你若讲捡一冲啊2万点啦，好你啊1块加2块去，嘛才加赚那2万，我觉得风险太大。来，金妹子说之前随便买随便操纵，哦，根本颠覆筹资操作的手法。不然因为我跟你讲，你今嘛这些时局。你现在在看这个时候投资是不准的啦。你投资你赢这两档，啊你后边敢有逐工在发生迄啥？
天灾人祸，还是一种啥潲，还是个什么病毒啥？那是因为这届的关系，才会造就伊。我讲经济歹甲袂当当，一直起啊。他就是先长一些上来，起来炖的，你知道？啊，你若讲真正三年啊、五年啊，恢复正常之后，你那个时候投资会赚钱，才是真本事的。啊，牛这段期间会赚，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台湾扫无掉呢。迄个是真正注定咱台湾要赚的呢。啊，你若讲真正以后拢正常起来，世界拢正常啊，咱卖讲三年啊，两年后。缓这个路径嘛，一年后你们全部都回归基本面再跑，你就会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，你买到这个股票到底是不是真的货真价实的？啊，你就是有去高谈的，赚这两单，你就一世人免做哎，对啊，啊一世人免做，除非说你后来把投资戒掉了，啊，不然你若不是真正靠实力去买你。后边投资去蒙到的有无？后边嘛是获利回吐了。但讲这疫苗是唔敢做，呵呵我唔敢做了。这是我的看法。啊，因为我个人是因为闲钱的不多吼，你叫我落为着底下拼起好，一工底下赚了几十块，几百块啊，我的重心不是在那边的。所以你要看白永雪，这白永雪是一个地位足悬的，一个普通人，你地位真正足悬的。金妹子，我讲啦，真正你讲这個，因为你做这少年啊，你怎么因为是这一次景气，你遇到这种东西，这不一世人都唔捌人拄着，你怎么拄着了，你赚到一笔横财，你无得食一世人，你后边一定个会累卖嘛。就像说，你这一批你赚的钱，你不要获利回吐。就是要怎样？你要像白龙穴转播，那买了持股，那不就跳出来？也不要基本去三层或怎样。你不要后边，你三层你套在腰股的最上面，你三层下来，你一世人你就茫一世人上少坑你二十年也袂解套的，会变成这样子的。乐透为什么有的人就开了了？因为他没有那个本事去驾驭那些钱。啊，我中乐透，我一波正会发扬光大。人讲彩蛋哦，爱在内底落。在裡面就會白了，所以我看到股市它很奇怪，很奇妙的所在是什麼，有人一次中两次乐透啊，台湾人啊，他中一次之后他沒那時候他不知道要怎麼開黑白開嘛，黑龍會要換了啊，那3600那是我跟你說，那我是中乐透才對，乐透4000要靠那個啦。经济自由会继续直播吗？会啊！你看蔡衍明，伊敢无经济自由？伊有阵嘛是咧开直播，你知道？你看阮蔡董，你就知啊。人要找事做，根本哦，经济自由，每个人每天都经济自由啊。我嘛经济自由啊，我怎嘛无欠钱啊？但是只是无做的事尔，对啊，无做的事，你知道？无做的事，还佫甲讲。你啥死了未做，无同款。有个人是惊死才去做啊。看起来很好吃，是好食。鼻子呼吸，我晚上可能会去哦。我等一下吃一吃，要赶快去拆东西了。哦，我迄种物件是啥，逐天接一挂接一挂，足烦的啦。啊，今天是做马夫的哦，会做马夫真爽的，嘿啊。但是人讲做马夫，家己车也袂当骑车，我感觉无好难好难啊，嘛是同款拢有咧骑啦。你敢相信马夫无咧骑车？我唔相信。假使你有一天做马，来开始啊、哦！假使有一天你当马夫，你会不会也是一样付钱？那卖讲免钱，卖讲硬拼嘛？你敢会同款
甲试车，反正你想学载车再拉手，嘴袂用杀的无？啊，伊嘛袂惊杀，啊想啊无，大家同事算较俗的，加值，你知道？莫加值加送嘛。会试车，刷试车。啊，试车你嘛敢付伊钱就好啊，但是你并没有熟悉你试车，伊较袂甲你办一言啊。所以做街头嘛真爽的。哎，拢是，我咧看都有一间街道咧，街道做啥物做街头的。哎呀，是我讲迄安尼做做算个，然后我要叫我，迄个怪讲迄外潮，迄作作迄作战的啦，迄作战的啦，迄无底线啊啦。哦，水的，那得得，坐的坐上下就得得。对啊，我较早讲一摆，哎，讲一摆哦。也干嘛讲？吼、哦，难得有人对我那么认真啊！你考不完就白好。啊，你对我水是送是送的啊！但是吼、哦，也感觉足高傲的，哼，无差你一个。啊，你若对伊歹有无？伊豆豆个狗狗变水哦，以后也对你足感恩的，唔知叫吞了吞，叫食了食，认同抓认同个，逆向操作啊！哎、欸，我专门叫伊买，你若讲连买，你嘛食下落就赢。啊，我买是食下落，我无要紧，我无咧惊。喙齿紧戒，刚才做慈善事业 ，NICK 认同对，因为买无人要去遐用，啊，你怎么你遐用甲救着，时间拢你个嘛，反正佫会主动甲你加一个对。哎、欸，你看可能买，你若小可甲整一下甲训练甲。雕塑者，迄有诶服务，真正歹真正啊！金碧斯就知啊，正经歹袂歹，伤狠啊，不会吵得太过分啊。对啊，我是也毋捌去学，但是我用人性来甲剖析啊。水的一副雕样，咱讲歹是啥？卖讲伤大只，就是面歹，面歹歹，我见一个人话歹面的啦。啊，但是身材啊啥，卖伤歹，卖咪讲脸啊大，龙仙合度的啦。啊，今仔发帖子都奇怪，基本上这种物件是然后拄着熟识才可以啊，啊，无人可以嘛，是只要坐等着。哎、迄倒的一线，迄足简单，用手钉就知影，啊，无一定好钉落来。你像生天养面嘛，足扎实的啊，迄嘛是用做的。啊，无差，好看，好看，看好啊！来，投屏上说遇到做过很崇拜我的眼神，热情到我会怕，你不要紧啊，惊，惊！较早阮一个朋友老娘，我就甲讲，食啦，食，伊就袂惊，你搁惊？第二一，左方在这边开车，老雅在开。第二一，我看你怎啊真巧的。第二一，你捌看过雅阁两门的无？在玩雅阁两门的。
为什么人去买牙膏？你问我才想无。人买个车是水，但我感觉真正足无实用的。哦，神蒙神，我嘛食不了。真正，你若讲有一天我若当去做街头，我咧换绝对换做好势。你看内底遐做到，把遐其他的街头哦，绝对大家拢相处啊做好势。可惜白龙学无迄机会。我可以讲他 YouTube 遐。好多水，现在人要叫小姐，三个月可以当赚点月。呵呵，好爽啊！讲我要去铁军站迄个，真正因为我感觉咱台湾咧经营迄种行业哦，有当时啊，头家你也是要转过哦。生意好，但是有些较袂晓包装的。那我绝对会甲规划成迄个啊 ，cosplay。今仔日准人客也无来，我嘛是甲粉的，互伊加迄种 cosplay 种型。啊，即摆今仔穿个护士衫，啊明仔载穿个厨员，啊明仔载穿个空姐，啊明仔载穿个国台，啊明仔载穿个啥中性的，明仔载穿邮局的，啊个明仔载搁穿农会的，啊个穿个。西门的穿全家的无，足好耍的啊！啊，你有遐衫，啊，就一拢甲加两百、三百有无？迄台嘛调的，啊，佮买迄种直模的啊，头只片加纹身个大，讲来阮这有遮伊个，啊，大腿搭一尾红红，一只。凤凰甲打落去，你知道？凤凰大腿掀开，边仔咧一只龙咧，一只红红，啊边仔佫一只日本查某打去，迄嫖客叫一下就掉咧。对啊，你敢想迄画面，你就知影无？好，啊另外一边个是啊台积电。你若像我咧讲，你就感觉好。那伊，你就感觉平平咧叫啦，加三百，加三百，叫种安袂。迄叫久会惯习，会嘛？啊，即马叫久惯习了，迄就一个缺点啊。一若做大，就去用厉害啊，迄变安尼啊。加五百，我讲迄真硬，内底只要贪图，我阁会甲伊训练。迄毋是讲只西面啊，只要用操尔，拜托诶。迄毋是查甫人要爱，毋是遐。伊个爱注意穿粗装，真正假？吼。我最近真较早睏哦，最近头骨开始晕眩了，伤忝啊！长得还好啦，一工落七八百点，上下七八点百点，免看惯势啊，迄两三百尔。因为我昨看一盘，我还好。你看过迄啥？一开关关哦，一杀一杀杀杀杀杀，那么到尾买盘先，搁只收盘才挡落，你知道？一路七八百点看得多爽啊！你像現在喔，現在你也想喔，全台灣人說並說用一半人在炒股票喔，你只要真的大幅度在回檔喔，一路只要一千點就絕對在那裡發護盤護盤，我現在開始要算什麼護盤重要護盤國賠，絕對一些狗仔又出來了，跟咱较早是护盘，
落甲真正破底破甲真正外主特别真正要来甲咱台股上下起手咧攻击，只系迄落尔。结果这嘛唔是只要，那是稍微止跌了护盘，咱嘛是做明显护盘的。咱人护盘的对象是啥？我想要怎样转？咱咱护盘的是买只落甲咧。一笔钱，迄钱对来，咱卖讲啊。钱来的是对迄只股票好短期，短期稍微起一个全职的冲起，就安简单尔，对不对？来，今日是讲加五百迄落，加迄落得得得得得得，基本目前。哎，但是我讲真吼，双飞行情，我看。双飞行情，嗯，但是双飞行情，你所谓加千五，安尼啊，但是本身嘛爱去加，欸，人我讲真，你也讲要嘴巴爆掉，人迄六百点，咪讲迄三百尔，但我讲迄六百点三百，敢有可能较俗 ？HTC 啥？有啥物安尼？自信说就是在护盘，搞得空单不敢太多。无啊，我讲这政府安尼，我是唔对啊。你有阵时啊，你爱回归基本面啊，你敢用人民的一寡纳税钱多硬讲死讲？根本我有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你看哦，白同学在谈这个股市那些，我讲啊讲耿耿于怀，讲啊那袂出气度烂，有个人当作咱无谈着啥，迄是无正常的啊。你若像安尼好啊，带头炒股啦。你以后就莫搁甲牵拖讲啥物老退基金咧要破产咧啥潲啦，你知？对，六百，六百点属于讲较老的，老的是几岁算老啊？几岁算老？五十的哦。伊咱家己嘛，家己年岁也无嘛无少年啊。四十还好啦，迄四十来保养，七两我做少年的。三十就老，三十做少年的啦，三十七到当水哩，迄阵做小少年，我感觉无算，伊无迄个社会理念，无算啊。三十起跳会使啦，哦，拜托三十，即摆看三十那袂输高音呐的哩。对啊，我即摆今年满40嘛，40你若三十14岁，伊等于啥？迄个婴儿都出生啊，国中诶。你知哦，那拄啊好啦，拄啊好啦。然后我感觉 HTC 吼，迄个品牌咧，原底做甲咧台湾有咩上大，怎么做甲六六咧？唔知到底咧变。我讲真的，唔知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的。哦，我要紧转来，紧甲倒倒的哇！今仔眼镜巴肚边要开始倒，我搁顶工洗眼镜洗一工啊。啊，搁昨昏搁拍迄落，反正迄前置作业就还了，对啊。好了，先这样子啦，我要赶快回去了，再见。